基督像脚下的一个城堡。这怎么还有血书啊？啊，这个是它的大门。这是他们的毕业展，超美的。哇哇，解放博物馆的主殿，是他的宴会厅。哇，这里好美，这个就是他们的现代美术馆。这里超美的，好像一个墓碑，有那种视觉效果。一个大写的土，鸳鸯呢？老式的放映机，有点像那个波普艺术吧。这里有千面人，左边那个还挺萌。不知道是不是自画像，有点野兽派的感觉。哎呦呦，现代美术馆的外观。在踩高跷的感觉。好热闹啊。怎么有点像那个草蜢那个。现代美术馆没有开放的部分。现代美术馆的正门，里约美术馆。这家生意蛮好的。